都会比较容易造成就是自己困痛苦的一个开始。足球打到反方向很深远，最后呢是让他落地，这是一支长打，而且一垒上的跑者要上三垒绝对没有问题，所以又是一次这个攻占上二三垒的情形啊。上一次就发生在第五局，不过当时没有得到分数，所以生涯的第一支安打出现了，要恭喜申浩伟，这颗球当然要帮他给拿下来。第一支安打就是一支二垒安打。干嘛在尿尿？尿尿尿！我过来。啊！连这个收音都被收到，所以他是刚刚去上厕所回来就看到这支安打。我刚刚去上厕所，我没看到这样。哦、他这颗打得非常漂亮，红中，而且就是红中来，你好球就绝对不要放过。但一开始他在打的时候，就是一直容易去挥到坏球，而且这个直球打反方向打的是非常的扎实啊。虽然前两次呢都遭到了三振，但是申浩伟在他的中华职棒的一军初登板呢，就有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收获啊。